夫君看这料子好看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还没睡呢？你这手干什么呢？夫君看这料子好看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不好看吗？这料子也是云香纱做的，如此金贵的东西，总要穿给夫君看一看。不如我离夫君近一些。夫人啊，这饭也不吃，怕是要把为夫的脸上看个洞啊。没有啊。想什么呢？想咱们瓷房近来生意不错，也有此前贺家的客官来光顾，说我们品质上乘。那挺好的。可咱们毕竟在分吃贺家的汤水。那些贵气还没有真正认得玉烧瓷坊，或许夫君可以去探一探淮阳王的日程。谁？淮阳王。我呢就来个拦路献宝，代表河道乡民感恩王爷，再奉上镇殿的首座。若是得到了王爷的赏识，或许明年能转给太妃烧个盘子，再画上王爷的小像，两个眼睛里面再微缩进几个小小的数字。慕如怎么了？夫人，你也不是一个大家劫舍的土匪，那怎么能去拦官车呢？你别说这盘子没有呈递上去，那万一我的夫人要被打了几棍子杀威棒，那怎么能行？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，何况是献宝啊。我在说你献宝这个事儿，那王爷就算肯，那孤傲的陈氏先生，他能从足啊？是啊，还是夫君想的周到，我太心急了。哎，夫人，你若是这么想打出去这个招牌，为夫倒是有一个计策呀。什么？过几日，这个青州总兵石一宽要开一个书画会，他平生最爱这些丹青高手。若是能请咱们这个陈氏先生把这个盘子递给将军，那这个招牌就打出去了。夫人，去青州吧。我觉得不妥。为什么不妥？我一早就找人打听过了，那等书画会少不了名流引荐，岂是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去的？而且我还听闻那位石将军不仅爱收字画，更爱收掳美人，光是妾室就有九房。与其去见他，还不如去拦截淮阳王的马车，至少他不会做欺男霸女的勾当。
觉得你可能是多虑了。青州现在到处都是一些客官呐、还有藏家，就算咱们进不了这个书画会，那也比在真州待着机缘要大得多了。而且他们会前还有一个游园集市，我想带夫人去逛逛。李妈妈，嗯，午后咱们去铺子里挑些好瓷器，准备装车。